上这个新北平溪的放天灯壮观画面，在现场感受确实令人震撼，难怪被国外媒体大力称赞，一生当中一定要来观赏一次的艺文活动。天灯节对国际来说，可以讲是一个一生必须要来办一次的节庆。今年在双子灯里面，我们也特别邀请了基隆市、台北市、桃园市三位市长跟新北市，大家一起来交心。这个交心是要干嘛呢？为了我们整个生活千惠共好，所以这两个主灯里面，我们也特别一个用国际的圆形的语句来写上很多不同族群的祝福，尤其今年碰上了刚好土耳其发生了重大地震灾难，我们祈求大家在救灾过程当中能够平安顺利以外，以及早日家园重建，土耳其加油！我们四位贵宾分别写了什么样子的心愿？好，桃园上好，感谢我们桃园市市长张市长，市长效率。台北北桃共创美好，来。新北写的是台湾携手共好，世界有爱和平，土耳其加油！好，我们的侯市长也介绍了，谢市长也介绍了，来，接下来恭请我们江市长也介绍一下。基北北桃共创美好，我们一起为土耳其祈福，也为所有救难英雄加油打气，谢谢大家。哦，我也问。我写基北桃共好，合作无间。这一次汇集了基北北桃四个市长共同来参与，也可以说是一个相当值得纪念的珍贵画面。因此，地主的新北市同时也举办了基北北桃合作交流平台的启动仪式。基北北桃合作交流平台正式启动。大家可以看到淡水河系呢流经了基北北桃四座城市，因此我们的主视觉是以河流的意象加上四个城市的一个主题特色地标，让城市共好，所以博物馆比较容易快速的展开，其实我们可以大家来共享，然后已经可以共同的行销，让国际可以看得到，一阵就一卡通全部都可以互相来使用。那我当然就是会说我们基隆要赶快升格，跟我们三个直辖市都一样啊。至于刚刚讲的捷运，也是我们四个市最关心的。那新北市因为刚好系东线也合并了，未来在基捷还有几条捷运，只要跨各市的，我们都会在运输评价里面去做详细的讨论。订期票的使用者是从汽机车转换移转过来，那这概念是什么？大概节省了48个大安森林公园每年的碳排放吸收量，所以为了朝向净零碳排、低碳永续，这个是我们必须要做、必须要推动。所以最重要就是让民众能够有更便捷的生活，我想这个是我们的目标，以及我们推动这个通勤月票的目的。最重要的，中央在补助的款项里面要考量地方的财源，所以这个部分其实中央要跟地方大家好好去做好这个分析。放台风假的确是一个每次台风来的时候哈，所有市民朋友都关心的议题。我想哈，过去侯市长的经验比较辛苦，就是要一一的跟几个市长沟通。我相信我们四位市长将来马上会建立一个群组，这个事情应该是台风来的时候很快就可以及时解决，在最早的时间告诉我们市民说第二天要不要放假。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跨县市的平台对基隆市民
对他们的生活大小事真的非常的重要。我们今天在交通方面，在关怀方面，在文化方面都有很多深刻的讨论，我非常兴奋也非常期待未来逐步落实以后，相信我们四个县市直辖市大家的一个互相的合作以及这样子紧密的交流，一定能够让我们的整个生活跟我们的整个工作的品质大幅提升。在现场可以观察到基北北桃各市的市政团队齐聚一堂，针对交流议题进行有效率的沟通，期盼为这个首都生活圈的1000万民众更加有效的解决各项的民生问题。记者黄日升、陈淑平采访报道。